《进出中组部：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》，作者严怀，播讲夏秋年，第十三章第四节，文革五十周年的三场研讨会上，清华文革校友文革反思聚会，二零一六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端五十周年，终结四十周年。 不忘初心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冲破重重阻力，隆重纪念和彻底反思。纪念本是中性词，但因众多逝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逢五逢十的名寿，官方需要经常大肆纪念，纪念就被误解神圣。其实坏事也需纪念，如南京大屠杀。四至六月，我先后在中美的三个文革研讨会上发言。二零一三年。 清华同学孙路涛提议校友们撰写回忆反思文革的文章结集出版，我没理睬。担任文集顾问的好友向孙主编举报，言怀在写回忆录，文革部分肯定精彩。孙随即礼贤下士，数次约稿，我被感动。次年把三万字的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交出。二零一五年，《历史拒绝遗忘：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》。 由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，国内流传甚广，各界反应较大。校友网上逐篇刊出，拙作得到最多好评。海内外许多网站都转载我们。孙怒涛决定借势于次年举行名为“校庆座谈会”的文革反思聚会，百余校友踊跃报名。杨继绳、秦辉、严长贵、唐少杰和我等八人被推举为特邀发言嘉宾。 二零一六年初，孙怒涛组建会议筹备组。我三月回国，与筹备组看了几处会场，最后选定北京奥运村附近的亚奥国际酒店。三月二十一日签约并缴纳定金。随后，我陪欧盟援华环保小组到东北等地考察评估。四月中旬回京，二十二日会议的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。四月二十日晚，突然接到孙怒涛电话。 说亚奥酒店刚以治安理由毁约，我秉承危机时见好则收，遇坏就上，和无事不惹事，遇事不躲事，出事不怕事，完事不想事的巴士原则，立即申请加入筹备组，协助处理变局。二十一日上午，我开车在杭州来京的孙怒涛一同参加筹备组紧急会议。我们想到清华附近拥有十桌大包厢的郭林家常菜。 因与戴晴、吴伟等有饭局，我先行离去。孙路涛等中午去郭林视察试吃，满意订菜、签约、交定金，在微信群通知。座谈会改为聚餐会，只是吃喝玩乐、吹拉弹唱，可带白酒，一醉方休。原定讨论一天，中餐谢绝烈酒。现在如此通告，就是向无关方面求饶，高抬贵手，放我们古稀老朽一餐。 二十一日晚，筹备组等人在大鸭梨烤鸭店就餐，检视明日聚餐准备工作。突然，家住昌平中午签约的同学来电话，郭林家常菜来电话说，煤气管道检修取消明日订餐，让立刻去取回定金。我说住在远郊区，明天再取。他们说马上来我家送定金，并要拿回菜单儿，今夜一定要把一切了结。 顿时欢声笑语变成莫言无语。同时，清华发言教授来电话，领导不让参加此会。有人无奈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算了吧。孙怒涛以权雷桌，我心有不甘呀。我趁势建议，这里北面小街上的河川大酒楼有二三十人的大房间，周五中午不会紧张。我们不预定，明天一开门就去占了。 研讨大会改成国外和境外校友参加的小型会议，大家赞同，立刻在餐馆包间里行动起来。微信群通知聚餐会取消，明天下午在清华园开见面会。我们不敢使用微信，就电话逐一通知临时海归和专程进京者。电告敏感人物杨继绳，明天上午去看望你，请在家等候。次日，看望者用汽车把杨劫持来参会。 对更敏感的蒯大富，则暂不通知，明天上午再告知。结果次日，蒯已去清华，来不及赶到河川。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九时至十四时，清华文革时在校同学三十多人，三议会址后，终于在河川大酒楼（北京亚运村店）艰难地举行了微型的文革五十周年反思研讨会。又于是餐厅，不是会场。 只有杨继绳宣讲了为什么历史学成为当代显学，其他到场的发言嘉宾只简单介绍自己的论文提要，主要时间是自由发言。我的感慨议论是：清华文革校友大部分是执政的共产党员，开会却要地下党作风，党的“一大”“两翼”旗帜，我们却“三翼”会场，都是七十多岁的耄耋老朽，响应党中央彻底否定文革号召，开个反思文革会。 就洪水猛兽了，几个自信怎么荡然无存了？十五时至十八时，近百文革校友集聚清华园，先在大礼堂前合影留念，再到清华荒岛畅谈海聊，歌曲才艺、戏剧清唱穿插助兴。散伙后，我开车先送蒯大富夫,夫妇回旅馆，再与孙路涛一同回我们的酒店。蒯太说：“清华的团派四幺四老兵三大派的头头。” 在这小轿车中大联合了，我接茬儿。若出车祸，三派都没责任，敌对势力就栽赃老共了。五月，孙渡涛设立清华文革反思微信群，百余校友专门讨论夭折的四二二讨论会的论文。孙通知我后天讨论你的发言，正好赶上五幺六，有顾忌吗？我答五幺六，16, 我的荣幸。我是上无禁区，中无误区，下无禁区，好话。 百无禁忌，坏话活猪也不怕开水烫。讨论的结果，我不好意思说，当然是好评如潮。海内外网上盛传，美国出版的《明镜月刊》2016年7月号刊登万言桌作，独具毛泽东特色的中国文革，在清华文革研讨会上的发言论文，最后注明日期：2016年4月22日。文前的副标题和文后的时间，是我强调必保留的。 以此纪念那开而未开的清华四二二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